这个是你新买的公主鞋哦，你觉得它好看吗？我来拍一下你的公主鞋，嗯，它好闪亮哦，好不好亲？它真的好闪亮哦，这双鞋会不会太大？不会，这个适合我。有跟呢，这个有跟呢，有跟的公主鞋。好，那爸另外，爸，这个像大人的一样。对啊。我原本不会用这种，然后现在妈妈有教我，然后我就会。你就会了哟，嗯，因为妈妈有教我啊。好，走看看，走看看好不好，爸爸，我这里有一个外婆买的新皇冠。好，你戴上去哦。这个是新的。哇，你这样戴上去的话就变公主了耶！会戴吗？你会戴吗？这个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这样子。要高高就这样子飘高，不要低低就不这样子飘低。是哦。对，这个要更低，更低。好，那你用上去吧。我想高高。好，那你就戴高高。如果高高要对准这一条线。戴哪一条？哦，这条线。这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戴上去了，好，戴上去，嗯，很棒哦，公主的头盔，好，头盔，皇冠，还有公主鞋。